个土方法给大家来看一下，用了一个什么土方法，就原本船前的一个凳子，我就这样把它这样就架起来了。架起来以后呢，我就多多少少的呢就把我这面镜子的，你看这面镜子有多大，大家看看，就把这面镜子呢，我就起码从卧船这个角度，我就把它睡觉对人的这个角度，我起码呢就把它给遮住了。那果然不错，今天睡起来呢效果完全是不一样，明显的人的精神要好很多了。大家明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的一个背景？现在我住在一个酒店里面，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想跟大家讲，住赌场酒店你要注意哪些事情。大家看一下，原本这个镜子是非常大的，我不知道看不看，哎呦，这个镜子对着这张船，大家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？有很多酒店他喜欢这样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，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玻璃啊到底是为了增加这个空间，因为它镜子一屋里有镜子的话呢，就显得这个屋子里的空间很大。可是呢，这个镜子大家知道是非常非常耗散人的这个精气神的。我现在呢，用这样的一个背景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视频，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看啊，这是一张船，船边是一个落地的大镜子，那么它面对的这边呢就是风景，还有阳台。OK， 我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做？因为呢我在这个酒店，大家知道我住了很长时间，断断续续啊住了很长时间，这一年多来。那么我跟大家说实话，我在这里住我会莫名其妙觉得浑身无力，人没有精神，每天呢就大部分时间呢不是歪在床上就是歪在沙发上，就这样。如果我一直在这待着的话，我记得之前我会，哎，反正总是就觉得浑身无力。那我也知道这个镜子一定是有问题。那可是呢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，我给大家念一念啊。我在网上面那个找了一下。首先呢，镜子的五行，它是属于金的，那么呢它这太多我不讲了啊。它呢是非常来，它放在像放在我们这个屋子里面，它占到我们这个屋子的五分之二吧，这个宽度的五分之二，而且是落地的。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能量事实上是非常强的，它耗散我们人的这个精气神。大家可以在那个百度或者是 Google 上面呢可以搜一下，就房屋里面有镜子，我就不念多了，我就写几个，我就讲几个，这个我就摘录这里面几个比较我认为比较关键的。你看啊，他说风水上卧室不宜放镜子，特别是在床头床尾，如果放一定不好，
这个不是迷信，因为它有它的科学道理。在古代，人们认为镜子是能够镇鬼降妖、驱邪消灾。大家看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镜啊，照妖镜，还有那个八角的镜，我们都会买着放在我们的那个这个门头。如果门头我们对的是一个建筑物，你认为不好的，或者是对着一条街，或者怎么样，我们都会买那个镜子挂在我们的门头上的。它事实上是来照妖的，可是现在呢，它照着我们8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躺在这里，把我们照着，把我们当妖在照。你看啊，古人认为镜子是能够镇鬼降妖、驱邪消灾，所以古人不仅将镜子用来在阳间镇鬼降妖，而且也用于阴间驱鬼辟邪。同时古人还用其占卜吉凶。从磁场分析来讲，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这个最大的磁场内，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身边的每个物件都有特定的磁场，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某种特定的能量。如果我们的卧室里随意摆放镜子，特别是这种大镜子，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根据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其实镜子是一种阴寒物件。阴寒物件古人用来驱邪占卜等等，从心理上来讲我们会觉得它很神秘。其实也就是说，镜子它自身具有很大的能量，如果运用不合理的话，它会扰乱我们室内比较稳定的磁场。所以说我在这里不要说时间住多久，就两三天住下来以后，我就会觉得人莫名其妙的有气无力的。那你下赌场你还怎么玩法呢？是吧？你连正常的生活你都有气无力的，你到赌场里面需要你这个高专注的，很可怕。所以说我想的办法就是找服务员要一个传单，然后呢下次呢，我昨天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在这里，我跟他两人商量的就是下一次我们怎么做呢。我这一次是用这个蠢办法，大家看用了这个蠢办法。我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办法，就是酒店会给我提供那个的，酒店会给我提供这个叫什么传单，这个传单很大嘛，那么呢我试着去买几个那个粘钩就行了，我就可以把它挂起来了。这是想了一个最笨的土办法。那么有的朋友就会问了，那你何苦还住这个酒店呢？那说句实话，这个酒店整个环境，包括前面的阳台呀、和前面的这个无限的这个海天一色的风光啊，那说句实话确实是不错，而且呢在这里方便嘛，对吧？你吃饭啊、下赌场啊都方便嘛。那包括大家以后在这个澳门有一些酒店里面，就是我以这个我是抛砖引玉了，我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件事，大家在所有的赌场酒店一定要注意这件事，好吧？你看啊，他这里面又讲说有什么解决方法呢？那是对他自己的住宅来讲的。如果一定要在卧室使用镜子的话，一定不要大面积的使用明镜，可以用比较暗的茶镜来代替，或者运用家饰布置成帘子将其遮掩起来。哈啊，我跟他两人正好配在一起了，配合了。家中的镜子最适合放在衣柜门的内侧，由我们万向衣柜右手边柜门的后面啊，打开以后你才看到镜子。那么安装镜子最理想，那里安装镜子最理想。当需要照镜时，打开衣柜门，照完后关上。睡觉前一定要拉上，或者用一些墙纸贴起来盖住。那么我们有很多朋友也算是老玩家，经常去各个赌城，特别是澳门这种地方。那么大家
对于这一方面事情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注意。最好是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，比如说准备一些粘钩啊，然后进去以后发现有这样的镜子以后呢，就像我一样的找这个服务员，他们会提供的。你说我要多一个传单，他问你干嘛，你根本不要理他，你说你只管给我，你记下来就行了，好吧？然后呢就把它遮住。那么我昨天晚上在这里睡了一晚上呢，说句实话，我的精神就好很多，就我跟以前在这里住的时候的这个比较，我感觉我就和以前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有气无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现在人精神就好很多，我到现在都没吃早饭，现在已经几点钟了，精神非常好。我看啊，现在是9:41了，我都还没吃早饭，视频录下来，我回来我就去吃早饭。所以说特别提醒大家啊，有什么大家可以在下面讨论，因为我们这些赌客呢都挺不容易的，我们这些玩家啊真的挺不容易的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方面的一个问题，身体是我们如果玩家包括你平时日常的生活，这个身体的保持你的一种能量，这是非常对你赚钱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盾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就聊这里，接下来我们明后天我们就聊一些更多有趣的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谢谢谢谢，再见。